紧跟一周娱乐动向，解读圈内新鲜事。想要了解这一周娱乐圈都发生了哪些大小事，就来《娱乐周报》。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今天的《娱乐周报》，我是露露。在《娱乐周报》当中呢，我会为大家总结一下，哎，这一周最新鲜的娱乐新闻还有八卦，同时呢，也讲一讲这些故事背后的故事。好。 那在娱乐周报当中呢，我们也分趴哈。现在我们的第一趴呢是来讲一讲最近的名人明星都有哪些新的新闻呢？首先是关注一下熹贵妃哈，这是奚梦瑶最新的一个外号，大家现在都叫她奚贵妃。在十一月四号，奚梦瑶和何猷君官宣了二胎得女的消息。不出意外啊，人家呢又上了热搜哈。何猷君奚梦瑶二胎得女哈、啊、上了高位热搜，评论区的网友呢这个祝福之余大家。 大家也不忘玩梗，说：“哎，三年抱俩儿女双全，熹贵妃可享一生荣华富贵。”这个《甄嬛传》中的这个嬛嬛是熹贵妃哈，所以说大家用这个熹贵妃同音的这个字来玩梗哈，跟大家来提醒一下这个梗是怎么回事儿。不过呢，其实这个豪门造人向来都是人家都追求多多益善嘛，在之前呢，奚梦瑶生二胎之前。 她的婆婆，也就是四太梁安琪，就说过希望奚梦瑶最少是生三个，并且呢，她还表示说过说越多越好，最好是一个足球队哈，生一个足球队都没问题。但是呢，奚梦瑶人家也不在乎啊，大家呢觉得她这个沦为了生子工具哈、啊、等等，但是她不这么觉得，她也多次被跟媒体表示说她是嫁给爱情的女人，人家说了哈，她嫁的不是豪门，而是爱情。 想必呢，就算是这样，他本人也是甘之如饴呢。更何况，作为长孙之母，这个娃儿呢，人家可不是白生的。两年前，他生下何家第五代的长孙之后，大家知道他拿了多少奖励吗？这个赌王豪气的送了他三个亿，一亿现金。 香港价值一亿的豪宅一栋，还有单独给长孙准备了一个亿的教育基金。哎呀，这个豪门果然不是我们能想象的。但是，但是呢，这个吃瓜群众却总是对这对这个有暗戳戳的嘲讽之情哈。不过，大家的这种情绪呢，其实也是有原因的。毕竟呢，他们两个人是二零一七年参加一部恋爱综艺，然后呢，他们是配对的男嘉宾。 和女嘉宾哈，这个男嘉宾呢是何猷君。那么何猷君那个时候，呃，在大家大部分的网友心中呢，其实他的形象并不好。为什么呢？一方面是大家觉得他的学历呢，其实没有他吹嘘的这么厉害哈，这个有点儿这个装的意思。那么这样，另外呢，也是跟他的前女友有关哈，是 b y two 的一位啊、呃、这个前女友。那么这些他的感情经历，加上他的这个。 个人的这种所谓的包装，就给大家留下了一个喜欢女网红脸的富家子弟这种印象。那奚梦瑶其实她在节目当中，她也说了，她觉得和呃和何猷君他相差六岁哈、啊，这样的年龄差呢，自己接受不了。结果一转眼，哎，俩人就火速结婚。然后呢，奚梦瑶就摇身一变成了熹贵妃，后来呢，就是长孙之母，相信总有一天会熬成熹太后。 最让大家不解的就是，除了他们两个人这个相识，然后结婚，然后生子啊，这个长孙等等这一系列的非常浮夸的经历，大家也是很困惑。就是，诶，这俩人也不算什么当红的明星，对吧？为什么他们的私生活出点什么鸡毛蒜皮的小事都要上热搜？大家感受一下哈，这些呢都是他们上过的热搜。不过呢，这些只是非常非常少的一部分。 大家可能就是，如果比较关心的朋友，一定会注意哈。只要有点风吹草动，哎，哪怕是说，比如说奚梦瑶小费、小腹微微隆起等等这些新闻，保证一下就冲上热搜哈。这个全网都在纳闷儿，又不是明星，至于吗哈？很多人都在这个发帖哈，这个怀疑说，为什么他俩老是买热搜？ 每次生个孩子也要一开始就各种铺垫热度，很多人都觉得呢，其实呢，明星对吧，也有生育自由，也有生活自由，可以选择家庭或者是事业哈，只要是合理的，大家也会尊重。包括呢，明星经常喊着说这个尊重这个私生活哈，大家请远离私生活，然后呢，多多关注作品人。这俩可倒好，就想让大家关注他们两个的私生活，所以说吃瓜群众也觉得呢，这些无关痛痒的热搜是不是可以少一点？ 大家经常哈被明星啊公众人物一犯什么错或者一被爆出什么东西，经常挂在嘴边的那句“无意占用公共资源”，大家都说希望真的是无意占用公共资源，不要只是挂在嘴上说说。 好，接下来呢，我们再来看一下下面一位明星哈、啊，这个黄轩他的消息。黄轩呢，最近可以说是在近些年来算是一个大器晚成的一位演员哈、啊。然后呢，他自从参演了像一些比较卖座的文艺片或者是口碑很好的一些电影之后呢，他的口碑就一路上涨，而且他的片酬和身价也是一路走高。那么现在的电影市场却让黄轩哈、啊、有一点尴尬。 最近的片片约呢，有这个《长津湖》，还有《零零七：无暇赴死》，还有《沙丘》等等的大片上映。那么黄轩主演的一部新片叫做《乌海》，上映五天票房都还没有过千万，非常的惨淡。关键呢，这这个电影啊，它没有能给院线信息，所以说呢，它的排片率很低。 大家可以看到哈，这个票房的榜单它排在最后一名，是垫底的哈。这个排片率和票房都远远落于其他这个同期电影的排片排名。那么其实呢，这部片子其实还是制作还是蛮精心的哈。这部片子呢参与了不少奖项的评选，也算是一部比较高质量的文艺片。那么黄轩呢也是为了这个表演非常的倾力。 黄轩，大家知道啊，已经是各大文艺片的黄金御用男主了。但是呢，这次黄轩和杨子姗两位明星也没有能让观众对这部片子提起热情。 说到这儿哈，这个导演周子阳真的是急了。在五天看到了这样惨淡的票房之后呢，他发了一篇微博长文。他说，在乌海的创作过过程中，他借了二十多个网贷，就为了拍片儿。每天一睁眼就有账要还，每天呢还被无数个催款信息轰炸。但是他没办法，只能拆东墙补西墙。补习墙 生活呢变得非常艰难哇！这一个卖惨的小作文真的是情真意切。那么，非著名影评人吴青功就指出哈，截至十一月三号的上午十一点，乌海的票房刚刚过九百万。 这九百万是一个什么概念呢？这位导演呢，他也给大家透露了一些行业内幕哈。假如呢，这部电影的票房是两千万，片方只能拿到分成的七百三十三点六万元。那么这七百三十三点六万元，肯定这想都不想，连黄轩和杨子轩的片杨子姗的片酬都不够付。但是。 问题是，这是两千万的情况，但是目前这个票房还不到一千万。即使到了一千万，片方拿到手的才三百六十六点八万元，这个演员的片酬是肯定不够的。导演周子扬发长文。 一通卖惨啊，可能呢他他是觉得最近真的是身心俱疲，然后各方的压力都很大。毕竟呢，他说自己借二十个网贷，肯定这个已经这个放在微博上，肯定不是假话。那么电影上映五天，票房这么低，而且因为疫情的原因呢，这部电影在呼和浩特啊、乌海、兰州、银川、长沙等等地方。 这个应援响应防疫的需要呢，都是暂停开放的，很多地方根本就看不到乌海排片率很低，不到百分之五，所以说呢，这也是票房不佳的另外一个原因。当然了，这篇长文呢就引发大家的关注哈。不过呢，大家对于这个电影的评价态度呢也是不一的。有人说呢，说在中国哈，这个确实是市场的关系，一部文艺片的导演真的是非常难，想拍真正的叙事作品、真正的文艺作品而不拍商业片的话，那么其实。 但是赚钱确实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当然了，还有一部分网友觉得说，只要文艺片拍得好，质量拍得高，其实市场是能够被认可的。大家呢，有些人哈是从影院看了这个《乌海归来》，然后他们就说哈，其实呢，这部片子是是很多地方有些矫揉造作，让人看得摸不清头脑，有的时候呢，觉得是在故意卖弄情怀。 总之呢，就是觉得其实这部片子的导演和编剧也好，或者说这部片子的呈现效果，并没有想象中的，或者是这个导演哈自己想象中的这么高的艺术性。那么大家对此呢，也是褒贬不一的。当然了。 总的来讲，大家还是非常认可黄轩和杨子姗的演技的。不知道在看我们的节目的朋友有没有看过《乌海》这部电影啊？或者呢，这个导演发了一个这么长的微博来这个卖惨诉苦博同情，也是为了挽回票房所做的一个最后的挣扎哈、啊。如果看过的朋友呢，也欢迎大家来一起分享一下，您觉得《乌海》怎么样呢？好，接下来呢，我们再来看一个，争议太多了，已经是这个被大家。 嘲讽的嘲讽，谩骂的谩骂，太多的一位女演员，那就是姚笛哈。十月三号呢，有媒体曝光了姚笛和一位陌生光头男在街头亲热的画面，真的是让人。 太无语了哈，这个姚笛呢，刚刚这个疑似和，呃，就是富二代老公又那个复合，然后呢，就是经历了之前这么多的事件，本来大家都以为他现在要安心过自己的生活，然后他现在也复出拍戏，没想到又出现了这样的。 事情哈，这个让大家疑似的说，是不是她现在和富二代老公出现了什么问题？是不是她的婚姻也告吹了？那么这个曝光的视频是这样的，是姚笛凌晨十二点左右结束了一个聚餐，然后呢，我们可以看到哈，这个图中的姚笛还是非常清晰的，就是她本人，头发呢是一卷大波浪，然后她走出来在豪车旁边吹风，身后呢还跟着她的一些朋友。 紧接着，这个姚笛打开车门之后呢，他也没有急着上上车，反而呢跟大家闲聊。其中一位光头男性粗暴地扣紧姚笛的头，并且在他的额头上轻轻一吻，留下了爱的痕迹。之后呢还抿一抿嘴、啊，哈，意犹未尽的感觉。那么这个姚笛密会光头男的消息曝光之后啊，这个网友简直是。 呃，怎么讲呢？这个风评哈是一边倒，大家都一方面的猜测姚笛是不是又婚内出轨了，被这富二代老公有了新欢。另外呢，也有人说哈，这个姚笛可能早就跟老公分道扬镳了，回归单身生活。还有人呢，还是一贯的说哈，说姚笛就是死性不改。 之前呢，也有曝光过这个姚笛老公的一个在外偷腥的一个画面哈。这个我们之前的节目当中也跟大家讲过，在八月十二号呢，姚笛的老公被曝在外和一个性感美女贴身互动。那么之后呢，姚笛就再次被推上了风口浪尖，被大家嘲讽“三人者人恒三之”。 不过在后来呢，姚笛却实力给大家打脸了。在老公被曝出轨之后呢，她并没有做出任何回应，反而是大大方方的带着老公出街秀恩爱，来打破婚变的传闻。但是呢，如今才过了三个月不到的时间，姚晨就又自己深陷桃色新闻了。大家都说哈、啊，这个真的是一个剪不断理还乱，然后反反复复的一个死循环，真的是不知道对姚笛说什么才好了。 好，那么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则这个港姐哈，她自曝被勒索以及她的高层内幕的这样的一个消息。根据港媒十一月四号的报道呢，曾经参加过港姐比赛的二十五岁富家千金吴月彤惨遭勒索，多次被不明人士骚扰，她最终决定报警求助，并且告知男友高君贤。而在这其中呢，她也曝光了很多的内幕。 在遭遇勒索之前呢，吴月彤曾经受到过某保险公司高层的求爱和不明人士的骚扰，这个是她自己说的一个自白哈。我们先说一下背景，首先这个吴月彤她是一个千金啊，自己呢身价非常的不菲，而且在香港多地都是拥有豪宅，所以说她本身身价是很高，是很有钱的一位富二代，也是一个算是一位名媛哈，参加了香港小姐的选美，那么。 他在今年其实年中的时候去有考过保险经纪人的资格证。那么当时呢，他认识了一位保险公司的高层。其实，在香港呢，保险公司也算是这个金融行业当中的一个比较重要的分支。所以说，这样的高层呢，其实也算是在金融界一个举足轻重的人物。那么最一开始呢，两个人只是在一起交流工作和考试内容，他们的相处方式呢，也是和普通朋友的相识。 相处方式，但是没过多久，这位高层开始向吴月彤送自己煮的燕窝哈、啊，各种献殷勤。吴月彤意识到有问题之后，就拒绝了对方，并且呢，再也不和他见面。但也就是在这次之后，吴月彤开始收到了陌生短信和电话的骚扰，并且被勒索了十四万的港币。 之后呢，事态的发展越来越超乎预料。有人呢在尖沙咀的街上贴小报纸，称吴月彤欠债。对此呢，吴月彤是有口难辩。他说呢，这个从来没有和他人有过金钱的纠纷。但是呢，对方越过分，甚至公开他的身份证。更加可怕的是，这个吴月彤居住的屋子里面也有可疑人士出没，在家门口一直走来走去。 最后呢，他没有办法哈，只能选择去报警了。那么因为事态比较严重呢，这个他的生命安全也有受到威胁。最终呢，这个案件已经被定为刑事勒索，正在积极的侦办当中。究竟是谁给他发这样的勒索？还有谁在不断的威胁他哈？还有他的一系列的人身安全的一些威胁行为，到底是出自何方势力呢？我们可以接下来继续帮大家紧密关注。 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央视这个大地震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儿呢？ 很很奇怪哈，这个央视呢最近给自己也加了一份这个整改的勒令。那么这个其实呢是自从今年七月份开始，由吴某凡引起的饭圈大地震哈。接下来呢有多位顶流艺人，那么广电呢也加大了对各项综艺节目以及娱乐圈的整治力度。那么这个限娱令呢发行之后，这个目前大部分不合规的节目都宣布停播或者整顿。我们已经跟大家聊了很久的这个芒果台的大整改哈。 大停播、大整改，其实就是因为广电的限娱令而进行的。 而在十月二十九号呢，这个广电还约谈了包括这个湖南、浙江、江苏等等多家的电视台，他是要求哈、啊，一定要全面整顿这个娱乐综艺的风气。也就是说呢，这个我们从现在的来，现在这个风气来看哈、啊，这个首先芒果台它整改的结果是它去明星化，原来是去主持人化，现在呢，它的所有综艺都已经去明星化了，都是走到了相亲大众邻里坊间哈、啊，然后跟大家什么欢唱大篷车呀，然后呢邀请很多的。 素人来参加节目，那么现在呢，他很多的明星节目也基本上不采用这个明星，甚至说《快乐大本营》还要引入 AI 主持人了。那么这也是整改的一部分哈、啊，就是大家觉得这些综艺太娱乐化了，这个综艺你不能这么娱乐哈、啊，不是说综艺就是用来娱乐的。那么根据官媒的透露呢，广电进行这次约谈，主要目的就是为了抵制综艺节目的泛娱乐化。 引导盲目追星的行为和停止资本炒作的行为，力求从根本上解决综艺的不正之风。那么，要求被约谈的这几家省级电视台呢，做好排头标兵啊，配合广电正能量的综艺在全国推广。但是呢，喝茶归请这些大大台喝茶啊，但是没想到的是呢，在综艺限于另一颁布的第二天，最先受到牵连的就是央视的主持人。 大家知道，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这个综艺节目《你好生活》哈、啊？这个有朋友发现呢，在《你好生活》最后一期收官当中，本来作为嘉宾出场的央视新闻联播主持人康辉，他的镜头全部都被删了，就连央视名嘴刚强的镜头也在最后一期被删得一干二净。 正当大家觉得这是什么情况的时候、啊，哈，这个有一位知情人士透露说，因为康辉和刚强两人所在的职位太敏感了，大家都知道哈、啊，他们是非常正统的新闻节目主持人，所以说呢，他们央视觉得哈、啊，他们以这种主持人的形象确实不适合出现在其他的综艺节目当中，所以他们紧急做出了这种画面删减，而且呢，从此以后他们也不会再出现在任何类似的综艺节目当中了，非常的可惜啊。 本来呢，这个《你好生活》是非常广受好评的一档超级超级正能量的综艺节目哈，而且呢，这个综艺节目其实捧红了很多人，之前的一些这个央视的这个非常呃网红的一些记者到。 这个不用说了哈，最重要的是通过这档综艺，央视 boys 彻底火了。那么这档综艺呢，也是让大家看到了很多央视主持人的另外一面，让大家也感慨，不愧是央视的一哥们哈，央视的主持人绝对是各项的素质都在线的。 而这次针对康辉的整治、啊，哈，他也不能参加这个节目了。大家很伤心，说央视 boys 就此要解体了。那究竟是为什么呢？毕竟大家知道，这个作为新闻联播的主持啊，康辉的职业特性其实并不适合上娱乐综艺的。而且呢，这个新规实行之后，康辉所在的节目，那这个新闻联播、啊，那肯定是全国所有节目的排头兵。 一定啊，这个新闻联播的主持人，那肯定是要做积极的表率，才能让大家服气嘛。就好像说，你这个班长在管班级，说你这个上课的时候都都不能这个要仔细听讲哈，不能说话。结果呢，你班长第一个带头说话，那肯定是不能服众的。 所以说呢，现在就是央视哈，这个以自己自律开始，让他们的这个各种的职位都已经合规化哈、啊，绝对不可能再出现这种串岗的情况。他们这个娱乐综艺呢，也是做了大这个很大范围的调整。目前能确定的是，今后康辉这些人除了特定的晚会之外，基本都不会再参加综艺性质的节目了。而除了康辉之外呢，另一位受影响最大的。 就是现在的央视综艺一哥撒贝宁了。作为 CCTV 的综综艺超级小达人，这个撒贝宁最近简直是热热度高涨到不行。尤其呢，他是最近串门串台，到了各种综艺做嘉宾啊，做常驻主持、常驻嘉宾等等，让他吸引了超级大的一批粉丝。 尤其是在《明星大侦探》这个撒贝宁是一口气出场了六季，简直呢就可以说是一个台柱子的一个存在哈。不过呢，这次的顶梁柱怕是要塌了。 好，紧接着呢，我们说到这个《明星大侦探》这个，我我很很想说两句哈，我绝对是《明星大侦探》的这个节目的忠实粉丝。这个节目呢是芒果 TV 成立之后推出的第一档大型的自制节目，自二零一六年开播呢，这个借鉴韩国综艺《犯罪现场》，并且呢和中国本土文化相结合的这样的一个悬疑推悬疑推理综艺。 引入了角色扮演的这么一个概念，所以说呢，这个就靠着鸡刺激烧脑的剧情，还有明星玩家们的这种高能演绎，很快就出圈儿。我想了一下哈，为什么它会这么火？首先，它是一类推理的综艺。 本身哈，这个悬疑推理的这一块就有很大一批的死忠粉。那么另外一方面呢，大家在看综艺的同时，其实它又不完全是一个综艺，你又能感受到哈这个剧情的一步步的推进，又好像是在看一部电影或者是电视剧。这样电影和综艺的结合，再加上超强超烧脑的推理，所以说呢，它成为口碑收视双丰收呢，肯定也是一个必然。 那么，在上周的芒果 TV《进击2022》的营销内容发布会上，我们会发现，这个《明星大侦探》第七季终于迎来了消息。但是非常可笑的是，因为的所谓的限娱令啊，还有等等要弱化明星哈、啊、打整治饭圈清朗运动等等这一系列，《明星大侦探》。 改名改名了，大侦探哈变成了大侦探，就是说去掉了明星这俩字儿。然后呢，这个节目类型也从明星推理真人秀改为了互联网普法教育推理节目。我看到这真的很想笑，我觉得正道的光哈，这个央视爸爸正道的光，广电正道的光真的是很很强啊，普法推理大法好。 然后这个《明星大侦探》第七季改名《大侦探》的这个话题呢，就迅速的冲上了热搜。但是在这个话题之下，还是有很多人担忧原班人马是否还能凑齐，王牌主持人双北 CP 能不能再合体呢？跟大家介绍一下这个双北 CP 哈，双北 CP 呢指的是主持人何炅还有撒贝宁，他们两个呢，因为他们在节目当中的高能推理互动，再加上他们两个的学历都很优秀哈，何炅呢是保送北外。 撒贝宁是保送北大，保送兄弟嘛，所以呢，被大家称为了双双北 CP 哈。为啥不叫双保 CP 呢？ 双北 CP，反正他们就叫双北 CP。那么两个人呢，在节目当中更是留下了无数的经典时刻哈。可以说没有何炅撒贝宁这个这档节目绝对不会像今天这么火。首先呢，他们两个人是可以说是节目的这个脑力担当，每次呢各种逻辑的推进，各种证据的搜寻，包括 Q 流程，毕竟两位是专业的主持人哈，在主持功力过硬的基础上呢，两个人还能承担这个烧脑的部分，可以说是撑起了。 这片节目的一片天，而且呢，各个嘉嘉宾到来的时候，大家还他们两个人还会主动的引导各种嘉宾的发挥啊，可以说呢是把这个节目真的是做的有声有色。最重要的是，撒贝宁搞笑，何炅呢又很这个温馨哈、啊、温情，所以呢这两个人这个一冷一热，或者是说这个一搞笑一温情的这么一个组合呢，让大家真的是刻生刻死。很多人呢都很喜欢看到他们俩的合体，但是我很确定。 的告诉大家，何炅不知道，但是撒贝宁一定不会再来《大侦探》了。现在呢，撒贝宁已经完全的回归到央视的编制哈，这个除了央视的节目，其他的节目可能很少很少会看到他的身影了。 接下来呢，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综艺和影视方面的消息哈。那么腾讯视频呢，二零二二年的片单发布，公布了全年的剧集和综艺等等。而让很多人都期待的《庆余年》第二季终于在其中了啊！这是官方认证哈，《庆余年二》官方认证说马上就要回归了。那么官方呢也透露了一些回归的消息，说第二季呢还是会由之前的编剧再度改编，会带来更加激荡人心的故事。那么主角范闲面临的挑战。 也将升级，同时呢也会回归第一季的众多角色，还会有很多新角色的加入。不知道看我们的节目有没有《庆余年》的剧粉哈？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庆余年二》马上就要回归了，而且很可能是原班人马的回归。好，再来说一个这个陈年老事啊，每个月几乎每个月每年都要被大家挂在嘴边提遍的《三体》，现在终于有了新的进展。那么《三体》电视剧呢？官方微博十一月三号。 全球首发了《三体》的预告片，这部片子呢是由杨磊执导，张鲁一、于和伟、陈景、王子文、林永健，还有李小冉等等领衔主演的电视剧哈。《三体呢》呢也是最近发布了首支预告片，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这个预告片哈、啊？这个预告片真的是非常的刺激，非常的精彩。我看很多朋友在这个微信小视频，包括呢我们的这个呃朋友圈当中，都在转发这支预告片。那么预告中的红岸基地还有。 等等的一些场景哈、啊，比如说这个红岸基地、幽灵倒计时，还有古筝行动等等原著的经典场景剧情，都在这个预告片当中展现了。两个文明的博弈也看起来悄然展开。对于原著的高度还原，还有这个预告片的呈现的这种精良特效的感受呢，大家都说哈、啊，非常的期待，也感觉非常的精彩。 那么事实上呢，从二零一五年开始，电影版《三体》每年都会拿出来被讨论一番，就是说什么时候放哈，什么时候拍呀、啊，什么时候能上映？从最早高调放话，到编剧哈、导演、资本等等，悉数的不断易主，最终呢，这部这个电影版的《三体》是在一片唱衰当中一拖再拖。 目前呢，在豆瓣上哈，这个电影版《三体》的预估档期已经又被调整到了二零二五年。目前看来呢，这部电视剧版的《三体》很可能是我们最最先看到的《三体》影视作品。不知道在看我们节目的您，会期待这部电视剧版的《三体》吗？ 好了，那么以上呢就是我们本期娱乐周报的全部内容了。非常感谢您的观看。如果您还有什么想评论的，欢迎在我们的评论区下方留下您自己的看法。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视频的话呢，欢迎您能够点赞并且订阅我们的频道。非常感谢大家支持我们娱乐周报。我是露露，我们娱乐周报下周再见，拜拜。